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咧就今日咧我就想用短短嘅時間咧去 update 下咧呢個最新嘅市況，咁同埋咧近排咧因為武漢嘅疫情咧都令到一啲咧香港嘅投資者啦、香港嘅朋友咧都有少少擔心嘅，因為咧驚疫情咧就不斷去到擴散啦，特別係即係而家係呢個即係春運嘅時節啊、新年啊、農曆新年咧，咁啲病菌咧可能咧帶曬去唔同嘅地方啦，帶曬去全國啦，咁啊甚至已經有一啲咧去到其他地方，好似日本啊、台灣啊、泰國都有呢啲咁樣嘅 case 發生啦。咁會唔會咧變成另一次嘅 SARS 咧咁樣？咁好啦，如果真係變成另一次嘅 SARS， 有咩嘅影響咧？咁當然可能對各行各業都會有啲影響啦。咁但係我成日都聽有啲朋友講啊，如果我去翻咩2003年啊、2004年嘅 SARS， 哇！啲股票又跌，啲樓又跌，哇！到時又買啦。咁唔知大家係咪望呢嘢發生咧？咁我覺得就係、當然啦，今次呢個流感咧都係新型嘅，即係新嘅種類，即係同可能同以前 SARS 咧都會有啲唔同啦。或者其實咧喺2003、2004年 SARS 之後咧，其實中間咧出現過一啲禽流感啊、豬流感啊。一啲嘅來自非洲嘅一啲嘅病啊，例如咩伊波拉病毒啊，都有即係周不時咧都有啲唔同嘅疫症出現過嘅。咁但係經過 SARS 之後咧，其實整體不論香港人啊、其他地方嘅人啊、大陸人咧，其實對於嗰個疫情或者呢啲咁樣嘅細菌嗰個意識咧，其實都比以前好咗。當然有啲人都會講，大陸人冇得救咁樣。咁我當即係內地人真係係比較差啲嘅，即係野味又食，總之個背脊向天又食。但係咧都有一小撮人咧，或者都有部分人咧，其實喺度進步緊嘅，都係有啲人咧繼續係做埋啲咁樣嘅陰質事啦。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咧，啲人對於防疫又好啊、衞生又好啊、自身健康嘅嘢咧，其實個意識咧或者愛護動物嚟講咧，都比以前咧係有所提升嘅，特別係對於個人健康護理呢樣嘢咧，個意識越嚟越重，因為咧錢賺多咗，命長咗，咁即係覺得自己條命矜貴咗，咁所以對於健康護理啊、養老呢方面咧，其實嗰個需求啊或者嗰個重視程度咧比以前高，所以咧今次我相信就算國內咧嗰個通報機制又好啊，防疫咧都會比之前咧係更加嚴謹嘅嚇，咁咧因為咧呢啲嘢都會威脅到個即係統治嗰個權威啦，咁同埋咧都即係既然知道咧，就係隱瞞一啲嘢咧，對一啲事情咧一定係冇幫助嘅，對於佢處理個問題一定係冇幫助，因為其疫情嘅出現雖然話係人禍，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唔想啊，係咪先？即係又唔係話官員特登做一啲嘢做隻菌出嚟嘅，應該唔會咁陰謀謀啩，係咪先？咁所以咧都係一個自然嘅情況，你可以話係啲人食野味又好啊，唔環保去造成都好，咁但係唔係話有一個人係特登製造呢件事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最緊要都係即係誠實啦、透明度啦，咁啊大家去互相合作啦，即係戴口罩啦，即係注重衞生啦。咁相信呢件事咧總有一日會過去嘅。咁所以你話因為疫情而影響到個市況咧，我覺得都係個短暫性嘅。咁昨日個市跌咗800多點啦，即係恆生指數，咁今日就升翻300多啦咁樣。咁我覺得去睇個市場最緊要咧，就係究竟個市況係比較熾熱啊，定係悲觀？咁如果市況係比較熾熱，即係好消息比較多啦，一遇到一啲唔係幾好嘅消息咧，就會比較容易調整啦。就算好似港股都係，即係其實之前都升得幾好，咁因為呢單嘅事件咧，疫情嘅事件咧，其實都唔係即係今日先發生啊！之前已經係不斷醖釀緊同埋發展緊，咁只不過可能感覺上嗰個嚴重程度咧，其實係好似比想像中係犀利嘅。咁咧，咁但係因為之前係即係都係升得比較多啦，所以個見調整咧，其實都係正常嘅。咁所以我諗我哋最緊要咧睇個市況係處咩位置啦。咁我哋咧前嗰幾集咧都講過呢個五線譜投資法啦，即係落戶五線譜，我自己覺得係都相當之有用，特別咧，因為近排咧美股咧都繼續抽得好行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 S&P 500啦，咁我哋撳翻 S&P 500出嚟啦 ，SPY 啦，咁呢個三年嘅情況咧，
好，我哋等等啊，你都要 share 少時間，係啦。喂，哇，點解個圖係咁樣嘅？哦，奇怪喎，係咯。咁我啊試下用仿古嗰只先，3401.hk。SMP 啦，哎，都出唔到嘢喎，搞乜鬼啊？啊，仲有冇另一隻先？唉、哎，真係，好，試下呢個 GSPC 先。呢、這個就係直情 S&P 500嗰個指數代號嚟嘅。哎，咁就睇到啦。啊，頭先唔知點解個記者睇唔到，有時個網站都有啲輕輕地噶。咁我哋見到咧 ，S&P 500個指數咧已經抽升咗上去咧黃色線樓上噶啦。咁即係代表咧都係幾次嚇。咁所以如果我根據翻我之前所講，就係話如果上到呢啲位咧，其實遲早嘅嘢咧都會調整翻落嚟嘅。即係正如咧，我哋見到咧2008年1月咧都曾經抽咗上去嘅，跟住咧哦，唔係2008年，2018年1月咧都抽過上去啦，跟住2018年9月咧又喺嗰啲高位徘徊啦。咁去到咧即係中美貿易戰2019年1月份咧，咁咧就係插咗20%落翻個低位。咁而家咧就慢慢咧就一步一步升翻上嚟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呢個情況，我自己大家假設係緊守落活五線譜嗰個投資原則咧，其實應該清曬嗰啲美股嘅。咁當然好多人話：哇，我清咗都唔知幾時入翻咁。我覺得每樣嘢都總有個時間嘅，係啦。咁當然你話，誒、哎，我去長線投資揸到65歲，咁冇所謂嘅，呢個係一個模式。但如果大家真係想用一個比較有系統式嘅買賣咧，咁其實而家應該係沽曬啲 S&P 500噶啦。咁相反嚟講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就係、是、摩根士丹利嘅中國指數，即係我睇翻，即係包括香港。內地加埋美國上市嗰啲，即係盈利來自中國為主嘅股票組成咗個 MSCI 中國咧，睇下佢個表現係點啦。MSCI 睇下顯唔顯示到個圖出嚟啊？分鐘都係打平，係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咧，我揀翻只港股嘅2801咧。就係、是、MSCI 中國指數，佢安石中國指數都係track 嗰個 MSCI 中國嘅。咁我睇翻咧，都係咧，即係喺嗰個中間位置啫，即係仲未去到好高嘅。咁即係話咧，都係繼續值得持有啦。咁咧，同埋咧，都係未去到好熱嘅。咁好啦，我睇翻我哋恆生指數啦。拉翻落下邊啊 ，SHSI 恆生指數啦，睇個圖先。耐少少啦嚇，大家俾少少耐性啊！哇，真係耐啲喎，真係搞乜鬼啊！先。好啦，我試下打呢個係盈富基金啦。今日個 website 有少少問題啊。係啦，咁我哋打港股嗰啲指數咧，或者股票都好咧，就一定係四個位嘅嚇。即係話，例如係匯豐都係打0005.hk咧，就可以睇到個五線譜個圖咧，我哋屬於咩位置啊？咁我哋睇翻啊2800咧，盈富基金咧，其實都係一個中間偏低嘅位置喎。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去商嗱，當然以股票質素一啲，定係美國係比較好啲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相信咧一啲落後嘅嘢都有啲改善咧，其實咧個上升空間都係有，或者個風險比較低啲。咁我諗恆生指數雖然主要咧都係主力係即係其中一部分係本地股啦，即係本地嘅地產股啊、銀行股啊。收租股啊，或者能源公用股啦、啊，咁嗰啲咧就
應該升就升唔到，跌唔跌到跌唔到落去。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就係因為而家傾緊呢個同股不同權，或者一啲第二上市嗰啲中概股咧，即係好似阿里巴巴啊、小米啊、美團點評啊，甚至將來有機會嚟香港上市拼多多啊、百度啊呢啲咁樣嘅公司咧，都好大機會會入到恆指成分股嘅。咁呢啲新經濟公司配合埋騰訊啊、招行啊、呢個平安保險啊、友邦保險咧，會增加咧恆生指數嘅攻擊力。咁所以雖然咧佢而家偏低，但係嗰個新經濟嘅元素咧應該會越嚟越高啊，喺恆生指數將來嗰個比重。咁嗰啲公司就會慢慢取代一啲廢嘅公司，例如恆生指數有啲中信股份啊、咩神華呢啲咁嘅能源股啊、中石油、中石化呢啲，將來咧嗰個比重咧一定會越嚟越低。咁咧亦都增加咗咧個指數嘅動力啊。咁所以我覺得咧，恆生指數咧，其實而家係雖然比較呆滯，咁但係咧，我哋睇到佢再下跌嘅空間咧，已經比較係低啲㗎啦。即係話可能去到26,000點咧，嗰個都係本地嗰個反送中嗰個事件做出嚟嘅鐵底嚟嘅，即係26,000都係應該比較低。咁而家28,000幾咧，其實都係升咗10%，都冇10% 啊。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就係，佢仲係有嗰個上升空間，即係話，如果你用五線譜嘅投資法咧，我覺得可以集中喺美股同埋即係 MSCI 中國或者即係恆生指數都得。雖然我以前唔係咁中意，咁但係每樣嘢都會有個變化嘅。咁我覺得反而可能恆生指數個直播率會比較高咯。咁雖然佢而家未跌到去藍色線或者最底嗰條淺綠色線，咁我覺得都可以買少少先咯。可能分三柱，即係紅色線一柱、深藍色線，即係低一條線一柱，最後咧就係淺黃，即係淺綠色嗰個最下邊嗰個一柱。咁如果佢真係跌唔到落去，起碼你都有啲貨揸手嘛，唔使即係吉曬咁樣喺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美股嚟講，真係短期應該都係上升空間有限，咁長期都係仍然都係唔錯啦，係咪先？即係好似我懶人組合三分一，仍然都係持有美股，咁只不過有40%係新加坡 REITs 同埋30%係亞洲債券咯，咁嗰個就唔會點變㗎啦，咁樣係啦，即係用唔同嘅資產去騰雲。咁而五線譜呢個方法咧，就係、捕捉個市場嗰個高低位，即係嗰個叫亢奮嘅位，同埋咧係比較悲觀嘅位去做個操作。咁但係以指數基金為主嘅。咁之前都有啲朋友就話啊，嗰啲 ETF 咧喺港交所買嗰啲，即係成交好似唔係咁大喎。咁今日咧同大家睇睇咧，即係呢個係 A stock 入邊嘅 ETF 嗰個版面啦。咁啊有個 ETF 概覽啦。咁入邊咧就會可以按翻嗰個成交咧去到咧排行啦。咁我哋睇到成交最高仍然係盈富基金啦、華夏滬深300啦、有啲反方向嘅恆指啦、南方 A50 啦、即係國企指數啦，都係比較受歡迎嘅。咁啊，但我哋見到好似黃金嘅 ETF 啦，咁同埋咧，我哋上一集講有10多隻嘅即係精選嘅增長股咧，嗱 ，GX 電車、中國消費啦，啊，我哋另一隻鐵膽啊，3140領航標準普爾500咧，其實你見佢咧一日個成交都過1,000,000嘅，其實係越嚟越多朋友咧知道咗呢啲好嘢。或者知道其實港交所咧都有啲增長類型或者美股嘅 ETF， 咁佢未必特登揀個別美股，我咪買3140咯。同埋咧下邊見到就係中國雲計算啦、傑能啦、中國傑能啦、中國生科啦。咁其實咧或者中國即係電車都係上一啊頭哦呢、這個係人民幣版嘅。咁咧都係上一集有介紹過呢啲比較新經濟同埋大趨勢會受惠嘅公司咯。嗰個公司嘅 ETF 咯，你見佢成交咧一日都有接近1,000,000嘅，500,000到1,000,000。咁再拉落去就係好似嗰個三星中國龍網啦，即係一啲中國嘅互聯網嘅公司啦。咁再拉落去咧，工銀南方中國咧，即係新行業嗰個公司，即係包括科技啊、互聯網啊、消費類型啊、保險啊等等啦，都包含喺入邊嘅。咁我哋再睇落去咧，就頭先就係
有隻 BNO 嘅 Nasdaq 啦，睇下呢度就後的咁多，係啦，亞洲3141亞洲債券啦 ，BMO 都介紹過，都有70多萬成交啦。咁同埋咧 ，BMO 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其實都60多萬成交，即係唔係話完全冇成交咯。咁我哋都睇到一啲新嘅指數基金咧 ，ETF 或者一啲行業性或者一啲有啲主題性嘅指數基金，其實越嚟越多人知道㗎啦。係啦，其實我哋睇到。都起碼有几十万成交嘅，有啲嘅台灣啊、新加坡、韓國啊、歐洲啊，都有几十万成交。咁所以我覺得只要大家齊心努力咧，發掘到啲好嘅 ETF 出嚟咧，咁其實咧唔一定要去美國買咯。咁其實你唔一定買得多，其實3几隻有高增長嘅，即係美國又好啊、科技又好啊、納斯達克又好啊、一啲醫藥類或者一啲環保啊，啊呢啲主題咧都係。將來的大趨勢來的或者消費類的其實你選到這4、5隻 ETF 或者我上次說的10多隻即平均每隻買一些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長線的投資組合咯當然就如果你說我都要配合買入買出就用這些ETF 的指數配合買那個的樂活五線譜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懶人投資的工具其實有時你看對一個趨勢個紀律性都很重要去到升得太急的時候可能都要放一些跌得很殘的時候就應該吸納一些但我們怎樣去衡量去跌得殘還是升得太厲害呢樂活五線譜是一個相當好的工具咯、例如好像我們這裡、有個叫、領航亞洲高息的3085.HK 我們在個、樂活五線譜就入3085.HK 就會看到剛才的線的這樣咁例如我做個例子啦，嗱或者我用呢個納斯達克好啦，睇下先3086.HK， 好，我就繪圖啦。咁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以呢個 Nasdaq 呢只啦，即係咪3086.HK？係啦，咁啊過往嗰、那個，因為咧佢喺香港上市就冇咁耐嘅，2016年嘅7月啊，呢、這個查先，咁多次先啦。係啦，咁咧就，因為這個呢個咧就可能唔係咁準喎。如果睇翻個正式嗰條 Nasdaq 先，因為佢呢個唔夠時間唔夠長。好，我睇下正式嗰條 Nasdaq 先。係 Nasdaq 呢個，我彈唔到出嚟，咁啊唔緊要啦，係啦。咁但係我哋頭先即係用2800啊，咁嗰個都睇到啦。即係我哋可以揾一啲長少少時間嗰啲會準成少少嘅。我睇下先用308。咁我用翻好似頭先就係嗰、那個領頭先。揾翻只高息嘢先，3085啦，領航亞洲高息，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其中一隻高息股嘅。係啦，咁咧佢就係、是、屬於咧就係、是、都係比較落後少少嘅。係啦，因為呢段時間個增長股升幅都比較高啦，咁所以可能喺呢段時間買翻啲高息股咧，都係尚算比較安全嘅。咁呢個即係我哋純粹作為一個參考咯。咁我哋亦都睇到 S&P 500咧係升得比較勁啲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哋睇好一啲主題，亦都配合埋呢啲線圖咧，其實我哋可以避免我哋咧係高追係啦，而最後咧。
就咧成為咗呢個蟹文嘅短期，咁都係可能長期呢啲主題型又好啦，或者我哋可以知道係一個比較低嘅位置咧，可以咧吸納到一啲股票而享受到一個比較大嘅升幅，或者一個比較有紀律嘅投資生活嘅。咁係啦，我今日呢個簡單 update 咧就講到嚟呢度啦，咁咧就祝大家咧新年快樂啦，心想事成啦，身體健康啦，咁啊喺投資市場咧追求到一個合理同埋平穩嘅回報啦，咁啊幫助到大家咧，終於有一日咧可以選擇自己一個比較理想嘅生活啦，財務自由啦，而賺到嘅錢咧都花喺啲更加有意義嘅地方身上啦，可以幫下人啦，或者改善屋企人生活啦，或者係令到自己咧多啲空間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咁如果大家覺得我嘅即係片段都唔錯咧，咁啊請大家 subscribe 啦。俾多啲 like 啦，咁啊 comment 啦，有咩問題可以希望透過即係視頻去到回應大家啦，咁就share 俾你嘅朋友啦，咁咧亦都支持呢一個 YouTube 嘅廣告，咁因為我哋頻道咧都係完全免費嘅，好多謝各位。